感觉眼圈都是黑的。现荧光棒。刚刚还没呢，现在就在了。那突然觉得，别人那都是不露脸的，谁给你换呀？我们家不换，喜欢的可以送个飞机，一个飞机就可以了，宝贝儿。有条件的充三个哟。晚上好呀。上线整别的事去了，晚了一点。
整不了，因为发货太慢了。昨天看了一下，我双十一买的，然后好像要5天才发货吧，好像等好久。就抽一个，我直播间里面能说就那两句了。如果不放心呢，我只能跟你说，宝贝儿上个飞机啊，跟着前面老一起送，前面老板一起送个飞机。要睡过头了，因为我到晚上的时候还挺困的。
是没有以前好了。你看，你看人，不要看后面背景，好吗？后面背景虚化了。后面背景虚化的。对，三个飞机，有大小小哥哥，有条件的老板，你就直接充三个飞机就可以了。螺旋起飞，嗯，接哟。随心啊，玉小哥哥，嗯，一个飞机，想要起飞你就送个飞机。一个飞机就可以了。对了，喜欢了可以送个飞机啊，一个飞机就可以了。然后昨天没有赶上了，可以送个飞机啊。苹果用户去京东充值，安卓电脑点一个就可以了。今天对开播比较晚，我想可能今天下播也比较早，可能我也会早一点。嗯，困。对，所以说想要起飞的哥哥抓紧时间啊，一个飞机就可以了。
去就可以了。想要起飞的宝贝可以送个飞机。条件的大哥，路过的小哥哥，咱不差钱了，直接送三个飞机啊！活动不需要火箭，直接三个飞机啊！看你犯困是好还是不好？如果你觉得不好的话，你可以送个飞机啊。起飞哟、进来的小哥哥放心送，直接送一个飞机就可以了。喜欢就送个飞机哦，然后之前我送过一个飞机的宝贝，我俩可以再送两个，累积三个飞机就行了，不需要火箭哦。想抽抽一个，早点来早点飞，欢迎新下来的小哥哥。一个飞机就可以了。起飞，起飞。说谁呢？你还不是可以不看吗？想送送一个啊，又看又要说，又菜又爱玩，是不是？想送就送个飞机，喜欢我这种的你就送个飞机。直播间就是，如果你喜欢直播间看的话，点个关注，每天都可以过来看。喜欢就不要犹豫了，宝贝儿，送个飞机。
大气的小哥哥，有条件不差钱的那种。你今天可以送三个飞机，因为我们家不需要火箭，下飞机就行了。三个飞机，立减200，能中三飞机直接送两台飞机，然后之前送过一个的，回来可以再补两个。你猜？宝贝儿，你可以送个飞机哦。直播间提要求的小哥，你都可以充个飞机。进来的小哥哥送一个飞机，嗯，加飞机就可以了。想要起飞的宝贝儿，你就充一个。飞机就可以了。嗯，白嫖提要求就过分了，白嫖你就安安静的看，或者聊点别的。送个飞机，一飞机就好了。苹果用户去京东充值，安卓电脑点开礼物栏，喜欢就飞一个。喜欢了就可以送个飞机了呀，嗯，一个飞机就可以了。啊，有没有宝贝要充的？喜欢就送个飞机。放心送，直接送一个飞机就可以了。怎么长得不像了？可能因为我卸完妆和那个化妆是两个人吧。哎呦！那怎么了？我们家有的，我们家还有更新呢，别人都没有更新呢。谢谢，谢谢 MR 的飞机，谢谢老板的飞机哟，飞
天津大吃了。我要不补个妆啊，给你们见证一下奇迹的时刻。稍等一下。谢谢哥哥的分享。LOP 小哥哥，看一下弹幕找扣一的说一句话。在的在的。OK 了，好的呢，我看到了。好的。咱们宝贝要冲飞机了，我花个十分钟补个妆吧，免你说，免你们又说我换了个人儿一样。今天可能化妆化太早了，花了。一个飞机啊，想起飞了送个飞机啊。哎呀，为什么都说我昨天下播？我昨天不是5点下播的吗？一个飞机就可以了。你有一年吗？你有一年吗？那你就去别的地方送呀。你认识我还不到一个月吧，宝贝儿。一个飞机哦，你看别人都在催更新呢，想送送一个。喜欢就送个飞机哦。跳跳脚什么呀？我们家又没有说永久更新，对不对？更新到50步吧，或者到50步以上，几十步这个样子。我又不可能给你更新一辈子，是不是？那有的主播播一俩月还不见了呢，谁给你更新去？想起飞了送一个。然后直播间问更新的，对，会更新，然后更新到50步以上吧，我说是50步，肯定不止了。然后之前送过一个飞机的宝贝儿，可以再送俩飞机哦，就是，现在不需要火箭，三个飞机就可以了。好 nice。 还没宝贝要冲飞机的，补个妆。
呼啊？有没有辣味儿了？说我长得不像的，那你之前送过三个飞行乐咋整啊？啊？那不就……哦，你已经送过三个飞机了，那你再支持支持我一下呗，送一个飞机。你是累计送到三个飞机了？做活动嘛。对呀、啊，行吧。哎，那你这样吧，你看一下聊天吧，我也就不跟你说了。到时候之后你可以支持一下。那你怎么办了吧？那我也不可能退呀。无以为报了，神仙啊 ！OK， 你之后可以支持支持，因为现在我们家也不需要超火，两个火箭，良心，对，累积也是可以的。你不是昨天送过飞机吗，高阳？你今天再送两个飞机就好了。神仙老板，那我这属于无以为报了，只有只差对啊，我还得跟那个说一下，有没有觉得我回来变漂亮很多？这叫做，我和我自己就差个眼线的区别，就差个腮红的区别。我不会打游戏呀，我只会打王者呀，王者打的还很菜。谢谢神仙的魔力卷啊，谢谢老板。开始了呀。你截不了图，我已经跟他说了，你备注你的名字就好了。备注一下你的斗鱼名字 ，OK。或者截一下自己的斗鱼名字就好。怎么有奇怪的声音？
给我放了个背景音乐。你们说他是打呼噜。小哥，你按提示来哦。一直听着打呼，我把它关了吧。不打呼了。谢谢，这些神仙的魔力卷。谢谢魔力卷，大气大气。难道一个魔力券是10块钱吗？我也不知道啊，这么贵。阿哥大吃。网页，我过来看一看。谢谢神仙魔力卷，八个大气，牛逼！上头，谢谢，上头，抽这个魔力卷太上头。
老板大气。你知道我这我神仙哥相当于是进货了，最近听到个词儿，你这属于来斗鱼进货哎。背包冲出，这下压个大吃。车队加油卡，谢谢小羔羊的飞机，谢谢神仙的魔力券，这得多少钱呀？这得，谢谢老板。我先给你说明啊，我不咋会打游戏哦。谢谢小羊羔，欢迎神仙哥。凶狠小哥哥，你看一下弹幕，找扣一的说一句话。哦，那我知道了。那我就知道了。这下，抓紧时间，时间抓紧啊，宝贝儿。还没有小哥要送飞机的，一个飞机就可以了。我知道了，那就是100个幸福券是100块钱啊。大哥大气，大气大气，是不是？又100。是羊羔哦，羊羔，好的呢。哎呦，哇！这么上头的吗？老板，牛批！谢谢大哥，你宠我。
忙呢，忙呢。嗯，神仙哥哥忙着呢，好忙。加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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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。就为了看我这个搞事情的表情，说不定超管也爱看呢。宝宝要送飞机了，一个飞机就可以了，起飞哦。嗯，小洋葱的宝贝儿，抓紧时间。呜、哦，我看见加工出来了。谢谢大哥。这是啥？宝贝儿，不需要火箭，三个飞机就可以了。三飞机了，有条件的小哥不差钱的哥哥，你就可以送三个飞机了。如果你觉得考虑一下。嗯，小哥哥想起飞了，你就送个飞机，一个飞机就可以了哟。起飞，起飞，起飞！谢谢，谢谢神仙的五千幸福券，牛皮啊！就是我刚刚没注意中那个合成出来啥了，牛皮啊！这不得那个什么乐园，那个什么最大的那礼物都要中出来了，什么？谢老板，加油加油！老板有钱，魔王小哥哥，你直接送三个飞机哦，不需要火箭的，能送三飞机的宝贝直接送三个飞机哦。
神仙光抽幸福券，感觉都把直播间还有那么多人看，光抽幸福券直播间都进来这么多人。嗯，有钱有钱，大脑有钱。没有，我都咳嗽好久了，感冒好久一直都没好。丘比特又加一，谢老板的幸福券啊，不，魔力券。这得有10000多了。是绵绵，送个飞机，宝宝，一个飞机就可以了。想要起飞了，你就送个飞机。神仙魔力卷在哪儿啊？啊，水晶工厂啊，是不是？发发发发！宝贝儿，一个飞机就可以了，起飞起飞！上头啊！嗯，想送的宝贝儿送个飞机哦。有条件进来的大哥，不差钱的那种，你直接送三个飞机，不需要火箭，三飞机就行了。谢谢混世小魔王的飞机，对的，宝贝儿，谢谢魔王的飞机，老板，飞机大起，因为我们家三个飞机也是可以补的。谢谢神仙的烟花卷，今天真上头。你这是拿了多少钱出来抽奖啊？混世小哥哥，看一下弹幕，找扣一的说一句话。这个。找扣一的说句话，幸运飞机，我看到飞机，哇，这个超火好看哦，哇，这什么卡住了。一下子卡住了，哇！谢谢老板的超火，还有火箭，有后退吗？有的，谢谢大哥，大佬牛批，怎么超火的特效？
谢谢谢谢谢谢，也是紫色的，好看的。嗯，这些我神仙哥的超级火箭。嗯嗯嗯。刚刚是抽出来了个超火的，对吧？嗯，刚刚吃完过，感谢老板。谢谢大哥的超火，还有火箭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水燕哥今天纯属是进货来了，牛批！嗯，嗯。气大气，我们直播间安排个吃个糖吧。超火触发特别节目，那必须呀。奖励自己吃，奖励自己吃的，不不不，我喂我喂，嗯。我也是小哥哥，你看一下聊天了。好了，好了哟。谢谢哥哥的超火超值火箭，我为沈阳哥吃第一口奶糖，我要哥哥吃第二口奶糖。他真大气。今天就补的妆有点浓，有点不一样。大哥是不是走了？大哥实力太强了。好的呢，好的哟。然后直播间的宝宝，你们有大气的上张大气，我们家还差三张大气，可以把一期任务给过了。嗯，还差点大气。大哥
哥没走呢，大哥已经躺好了。谢谢。嗯，想送飞机的宝贝抓紧时间，可以送一个宇哥飞机哟、哦。谢谢小哥哥，大旗已经过了。好了。纯欲天花板，谢谢七五的飞机，谢谢小哥哥的飞机。我今天卷了一下头发，好看吗？谢谢老板的大飞枪，你看大哥还没走，才没走呢，大哥已经躺好了。纯欲，那就是纯纯的欲望吗？七五小哥哥，看一下弹幕，我找扣一的说一句话。谢谢宝宝的飞机，飞机拉起了，然后下播之前回来可以再补俩，再补俩就是，就是三个飞机了。宝贝要充的，有条件大哥不差钱的，你就直接送三个飞机就好了，不需要火枪。三股飞机。我们家现在收火箭都很少了，自从做了仨飞机活动，没有火箭了。对不对？你可能去颜值区、舞蹈区，你得送个超火呢。然后我们家今天火箭都不需要，你直接送三个飞机就行了。反转小哥哥，火箭哦。直播间能说的就那两句了，哥哥。不差钱的，有条件的大哥，你直接送三个飞机。今天反正活动不需要火箭，直接减200啊，三个飞机就行了。不放心的哥哥，我只能跟你说，送个飞机了。宝宝，冲一送一个飞机哦，起飞哦。开通钻粉，谢谢老板的钻粉。谢谢。是不是发现？是不是才发现直播间还有钻粉这种东西了？谢谢老板，么。谢谢小哥哥的钻粉也是两飞机了。宝贝儿，反正你们中间如果想充钻粉的，你也可以送钻粉，然后再送飞机，累积三个飞机就可以了。
说老大哥呢？小哥哥，小哥哥。孤单小哥哥，你直接送三个飞笑宝宝，直播间能说就那俩球。文，如果说不放心的话，你可以先送一个飞笑，跟着前面老板一起起飞，然后再补也行。你家三个飞机也是可以累积的，可以补的哦。嗯，以后小八也是有大哥的人了哦。嗯，不容易呀、啊！哎呀，你看到13级拍拍啊？不容易呀、啊，太心酸了。新进来的小哥哥，喜欢的可以送个飞机，一个飞机就可以了。大气的宝贝，你直接送三个就行了哟。体操服，感觉凑钱来也没有什么好看的。右手小哥哥，你可以送。你可以了，宝贝，你可以来三个飞机哟、哦。大哥放心送，直接送三个飞机就可以了。凑钱来点假水的之类的，钱都好大哦。是吗？小哥哥，之前是火箭啊，现在不需要火箭，三个飞机就可以了。直播间能说就那俩句，喜欢的哥哥送飞机，大气的老板不差钱，你就送三个。嗯，相信主播，直接飞三个。哥哥。
纸飞儿，送个飞枪。对，要是不放心的话，宝贝儿，我只能跟你说，不放心的哥哥。宝宝，充一个飞机哦，苹果用户去京东充值啊，戳电脑点一个就可以了。没有，嗯，是凌晨了，一点多了，都快两点了。有没有宝宝要充的？紧时间送个飞机，今天晚上小起飞你就送个飞机，欢迎进来的小哥哥。丘比特，谢谢老爸。谢谢哥哥的丘比特。嗯，老板大球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嗯。好看，好看，好看的，好看的。谢谢大哥的丘比特之箭，水晶丘比特，嗯。今天抽奖不亏吧？一个超火，一个丘比特，还啊，哥哥还充了个火箭，呜，嗯，老板有钱，嗯，嗯，小心哥哥，不需要火箭，三个飞机就可以了哟。我们家打折了，我们家做活动打折打骨折，三个飞机哦。嗯，谢谢我神仙哥大佬的丘比特。继续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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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继续！哦，谢谢飞机啊，谢谢啊 ，G H H 的飞机，谢谢宝贝儿。
今天老板的飞机，任成文。任成文是什么东西啊？用户七五小哥哥不需要等到我下播，这会儿就可以了。我看到了，这会儿就行了。399小哥哥，看一下弹幕，找扣一的说句话。回来可以再飞两个飞机哦，宝贝儿。下播之前回来可以再充两个，再补俩飞机就好了，不需要补火箭，不要。结婚，我得有老公了，我才能结婚呀。好的呢，那个 HH 小哥哥可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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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了哟！还没有宝贝要送飞机呢，还没有送的，一个飞机就可以了，起飞。有条件的大哥，相信主播觉得你在直播间就觉得好了，哥哥，那你就送三个飞机。不差钱的那种，直接飞三个哟。因为今天活动只要三个飞机，不需要火箭。到两点了，还没有小哥哥要飞的。呼呼，还没有宝宝飞的，哥哥。哦吼。